这一年，你搬了四次家，吃了145碗泡面，错过了136次末班地铁。西三环凌晨4点的路灯和北五环有何不同？没人知道。这一年，你讲了378节课，批改了5184份作业，送别了36个学生，在自己孩子成长的过程中，却多次缺席，没人知道。这一年，你拜访了86个客户，遭遇了112次拒绝，综合大家的意见，修改了178次方案，全部重做。眼前的生活和深夜的咖啡，哪个更苦涩？没人知道。这一年，妈妈，我好饿。你给孩子做过1052次饭，最后他们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掖过365次被子。推掉过58次聚会，每天重复地丈量着家与学校之间的距离，没人知道。这一年，你为他翻转过1460回身体，梳洗过152次头发，修剪过24次指甲，在耳边哼过无数次你们都爱听的歌。没人知道。其实我都知道。只要我们努力地向前奔跑，终会与美好不期而遇。你习以为常的付出，是他们眼中最美的风景。即便你只是一道幽暗的光，也要相信会有人看到。那个你牵挂着的人，也学会了把你变成牵挂。我们都在平凡的日子里践行着不凡的承诺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，每个人都为爱不待。